莫青替我挨了子弹，我必须去看看他。可这是放心不下的，你说莫青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袁大小姐也被困在那边了。大青，跑过去！莫青，大树，你等一下。莫青，你躲一下。莫青，没事吧？小心点。 你要敢碰见我，杀了你！小川，你别跑，我得赶紧走。莫青，你是吧？娘的！没事，你都死成这样，你知道我多担心吗？你受伤了吗？放心，有我在。 真的，佳佳江树，身边这位是我小弟梁木青。哎，谁是小弟？问你大哥，跟我在一起还缺钱吗？木青，你说，早就看见你了，你怎么了？得嘞，袁大小姐，带路吧。谁？谁是骗子？你呀、啊。别借别人。 不好看，怎么不好看了？我觉得可漂亮了。我说不好看就不好看，谁给你换的衣服？你凭什么穿他的衣服？没事吧？该买衣服换了。我现在正式通知，你被六支调查小组开除，不可能让一个女孩子再陪着我冒险。我想让我能让你。 如果爱一个人，不一直陪在他身边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个蛇蝎毒妇，你要是敢伤害他，你就要负死！搞定！是你啊，还是你身上有黑？不是，是我的罪孽。